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37课大圆大家说的37课、我要跟各位好好聊一聊海鲜 seafood。 我们前一期聊的都是肉，我们今天来聊聊我们的海鲜，所有的海鲜。 OK， 在海鲜里面呢，我们有分那个海水跟淡水，海水的叫做 sea water seafood， 然后淡水呢，我们又有 fresh water， 我们叫做淡水，分淡水海鲜跟海水的海鲜。那么我们还有分呢 swimming fish 就是会游动的鱼，叫做 swimming fish。我们还有分呢 shellfish， 就是说任何带着壳的这些鱼我们叫做 shellfish。 所以海鲜的种类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先把它分出来。我们首先看的这个鱼是无锅鱼，淡水鱼，英文叫做 tilapia， 我们中文最喜欢吃的无锅鱼 tilapiaOK， 这个东西美国人最吃鱼的，它是鱼排叫做 fish fillet 鱼排。 OK， fish fillet。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带鱼叫做 bellfish， bell 就是皮带的意思， bellfish 就是带鱼。美国人不会吃这个鱼，美国人不懂得吃的。OK， 这个是虾子 shrimp 虾子。 OK， shrimp 虾子大家都知道。 OK， shrimp。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虾仁，小虾 baby shrimp。 我们虾仁炒饭叫做 shrimp fried riceBaby shrimp fried rice。 接下来介绍给各位的叫做 lobster 龙虾 lobster。 那么这个龙虾叫做 Florida lobster 是那个热带的龙虾。 OK， 是不一样的 Florida lobster。 这个叫做 Maine lobster 在 Boston 那边出来的冷天的龙虾 Maine lobster。 OK， 这个也是 Maine lobster， 它有两个很大的钳子，跟那个热带的龙虾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这边看的叫做 Blue crab 我们叫蓝蟹，它的产地在于这个 Maryland 玛丽兰州，非常多的 blue crab。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soft shell crab 软壳螃蟹 soft shell crab。 那么它是 blue crab 里面，它每一年开始要长的时候，它要脱壳的时候呢，被人家抓到的这种螃蟹，它的壳是软的，非常好吃 blue crab。 OK， 它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那种螃蟹 blue crab。 那么一般我在中国很少看到有这种螃蟹。 OK， 那么它也非常的贵，非常的好吃 soft shell crab。 这是我们所谓的皇帝蟹King Crab Lake 产于北边加拿大那种地方冷水的螃蟹 King Crab 皇帝蟹。接下来看到这个也是这个皇帝蟹 King Crab， 那么它好大好大一只，价钱也非常非常的贵。这叫做石头蟹 Stone Crab，
产于热带的那个佛州，在佛罗里达热带的地方，它就叫石头蟹 ，stone crab。跟着这个叫做雪蟹，中文叫做雪蟹 ，snow crab。它也是产于北边加拿大冷水地方的螃蟹 ，snow crab。这种螃蟹叫做 Dungeness crab， 产于北边加拿大那个地方冷水的螃蟹，加拿大温哥华螃蟹 ，Dungeness crab。这个我们是 oyster， 它的中文是不是叫做利姆 ，oyster， 这个叫做风，这个叫中文我不知道叫做 clam， 我们中文应该叫做哈利是不是？哈利 clams。这个我们叫做象拔蚌 ，giant clam， 那个象拔蚌也是产于那个温哥华那种地方，那么日本料理他们就非常非常的贵，很好吃，价钱非常非常的高 ，giant clam， 这是我们所谓的鱿鱼。鱿鱼英文叫做 squid， 鱿鱼 squid， 这是章鱼，也叫做八爪鱼 octopus， 章鱼八角鱼 octopus。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海参，我们中文最喜欢吃的海参 ，sea cucumber， 海参 ，cucumber 也就是黄瓜的意思。这个是我们的海蜇皮，海蜇皮是 jellyfish， 海蜇皮 ，jellyfish， 我们中国人的吃的东西。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鲍鱼 ，abalone， 鲍鱼。啊，我们刚刚现在看到，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海蜇皮 ，jellyfish， 它在水里面非常漂亮，它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的 jellyfish。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那个海蜇皮，对不对？凉拌海蜇皮 ，jellyfish， 这叫做甲鱼，中文叫做甲鱼 ，soft shell turtle， 甲鱼，这是淡水的一种，那个淡水乌龟叫做 soft shell crab， 那 soft shell turtle。现在我们这个看到的是海水的乌龟，在海里面的叫做 sea turtle， 有些人还是会吃这个的 sea turtle。 OK， 到这里我们这一课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介绍了好多好多的海鲜，我们又看到了好漂亮的那个 coral reef， 就是那个珊瑚，海底下珊瑚世界。那么下一次我会有机会把所有的鱼的名字跟各位再做一个很好的那个很仔细的再说一遍。那么接着下来我会跟各位再讲到蔬菜的名字跟水果的名字，谢谢你收看。OK， 下一节课我们再见，拜拜。